哦，在6点17分的时候，我听到耳朵里叮，哦，不是，就是那个叮一个声音了，就像那个微波炉啊，微波炉热好了菜以后，它又发出了个叮一个声音来啊。这个时候我看见那个，马丁路德金啊，在他的大的那个，办公桌，大的办公桌那边呢，按了一下那个铃呢，叮一个声音呢，叫他的那个同伴呢，叫他的同伴把那个关于涉及到奥巴马的那个档案给我拿过来啊，就按下铃了，把奥巴马的那个档案拿过来啊，奥巴马的档案拿过来，因为那个在应届这个都要审的，审的时候，要那个，要档案的嘛，本来这个事情是那个银行做的事啊，在银行做的事，原来现在那个马丁路德金亲自在做啊，亲自在做啊，马丁路德金亲自在做，马丁路德金亲自在做啊，在应届的银行，那个在应届呢，那个马丁路德金就做到，就相当于那个银行的角色啊，银行追求的是。公平正义啊，银行是要保持这个社会稳定的公平正义啊，他也做了公平正义的事情。刚才已经把那个已经丢到邮过，丢到邮过以后，再倒回来看一下这个那个具体文件上写的什么啊？具体文件上写的什么？什么？他为什么不是先看那些呢？因为那个圣母玛利亚已经告诉他了啊，他也知道这个情况了啊，所以啊，最后再审查一下子，事后再回顾一下啊，就是有一句话叫"罄竹难书"啊，所以啊，再回顾看一下子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